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孝。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一支吉他在这边？我们今天要来验证都市传说了。Satoru-kun雾君，那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只要打电话给 Satoru-kun， 这时间还有摩托车。没法，台北就是这样。只要你打电话给雾君，他就会告诉你任何他知道的问题。在半夜12点去外面的公共电话投10块，打电话到自己的手机，然后说 Satoru-kun Satoru-kun oite kudasai Satoru-kun irashiatara ohenji kudasai。他会在24小时之内打电话给你，他会在每一次打电话给你都会告诉他现在的位置，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接近，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他会出现在你身后。那你千万不要转头去看他是怎样的，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就会回答你。那你回头看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把你拖进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喽。现在是11点59分，那这是离我家最近的公共电话，已经14秒了，那我们就来做喽。想哭，准大大等了2天，平安他们等了2个多月，乱说，平安边缘到，连鬼都懒得拧按了，我梗一样的老鸡派了。